大家好，我是谢氏小林，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很酷的新东西 Kingston 60瓦调焦聚光灯。这一盏60瓦的调焦聚光灯本身就带有四叶片，然后它本身是可以调整聚散角度，从20度到80度，它可以调整你的聚光散光，所以它在控光上是非常的方便的。加上它本身体积小巧，它是可以拿来做很多刁钻的角度，尤其是你在做商品摄影的时候，它有很多的刁钻角度是可以利用它打出来的。我们在棚内使用的时候，这盏灯它是可以插室电的，因为它这里有个 DC 的孔，我们需要一个它本身的变压器插上去之后，它可以直接用室电供电。那如果说我们在户外怎么办？我总不可能把插头插鼻孔吧，所以我这时候就可以利用它的这两个970电池的插槽，我只要装上970电池两颗，它可以使用大约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。那它本身呢，这个把手的部分你可以直接请助理拿着，如果说不够高不够远的时候，你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角度你要调，那这时候就可以搭配我们的延伸灯臂。好，我们直接这样子把它架在上面，直接顶着用是非常的方便的哦。这个灯的包装里面它有附色片以及遥控器，这个遥控器就是在我们把灯吊在一些我们不好操控到的地方时，我们可以直接在底下用这个遥控器去调整它的强弱，是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。这盏灯现在已经有展示在谢氏门市了，欢迎大家来试用选购哦，谢谢，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